Yeah.
就希望可以大家做个交流，可以听到不一样，也可以听到其他学校很屌的曲子。
跟 ID 的写给夜店的大家，好不好？这首歌献给所有会去夜店的女生女生，好不好？副歌很简单，如果会了就跟着一起唱。
葛可邦对于玩饶舌或是做嘻哈的人而言是一个很指标性的地方，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来这边表演。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屏东的小孩唱饶舌好像没什么人会知道，但拿我们的作品拿出来的话，那大家应该就是懒趴捏着人走。Oh!
在一起之后呢？在一起之后呢？如果跟大屁股在一起之后呢？干爆他。OK， 那下一首歌是哪？下一首歌叫做《说话说过的说话舞台》啊。缓和一下啊，就先拿出来。这首歌呢，介绍我们是跟李天王在干嘛的时候听的。Thank you.
那接下来真是最后一组大学了，你也知道了，我们的大学邀请来的都扩展到北中南，南这边的话是南部的战争，所以最后一所是来自台南南财科技大学。当然能认识任多圈内人，然后可以得到他们认同会是更好，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拿冠军啊。我们花钱从台南上来，那没有一点反馈回去，对，不能接受。Stop it!
没有认识你吗？不管有假装不在意，睁开眼睛就睡着。
原中大学，然后还有南台科技大学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你很酷，真的非常非常酷。就是如果说我之后想要找一些游戏装备的计划的话，我想要找中山大学一起玩。对，然后如果想要玩一些我们最近在听的一些新东西，一些游戏我刚编出来的东西的话，南台科技大学，就是刚刚你们叫什么名字？是贵的东西，哎，你们是想要去丢，我们来录一些东西。好险！好，刚才讲了这么多，因为今天美国来第二次，然后他们的 Keep 的 Vibe 都很好，所以他们一上去就一唱，然后唱到最后整个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 Vibe 他们今天 Q 哎呦，今天我要选出来的入选的第一个队伍，第一次晋级的，在科邦嘴炮学报第一个晋级的学校，美国科技大学 ，Make some noise！就很其实很谢谢 Coco， 让我们这些没有被人看到的人有一个表演舞台机会去展现我们的作品给别人看，对啊，而且谢谢我团员，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辛苦一路做这个文化，从不被接纳到现在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音乐这样子，其实就很谢谢大家，对啊。首先第一个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对，然后第二个感谢 Coco 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啊，第三个我要感谢我的团员，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虽然我的工作跟音乐冲突比较大，那但是就算利用一点下班时间的话，还是就是大家都是会聚在一起做音乐这样子。这次的机会还是要谢谢 Coco 给我们这些屏东的音乐一个机会，而且听我们的后面也都来自屏东。下一次的作品一定会比现在更屌、更夸张，所以等下一次见。干，今天法大学当然是很爽啊！谢谢干大跟 Coco 给我们这次机会。对 ，Peace 中山街舞的 Stop C， 其他学校也超棒、超屌，现场超炸，所以之后也要去支持其他选手。我都抽两根烟的哦，还要再精进自己，然后也很感谢科尔邦给我们这次机会，然后辛苦各位工作人员，还有谢谢干大还有赖皮给我们这次的机会，就这样子。然后我们是中山街舞的 Stop C， 谢谢大家。这场比赛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觉得至少让观众记得，干南台西演太空站叫什么 ？OK， 那就这样吧 ，Peace out， 南山。我们输了心服口服，美和跟中山都很强，都超强了。对，我有被吓到。对，谢科邦，然后谢谢赖皮特别点名我，对，因为我可能是这场比赛唯一一个女生吧，对，然后谢谢大家，就是希望大家有记住我啦，嘿啊，对啊。唯一像这边最老的那个，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其实也蛮谢谢来的看我们的各位朋友啊，因为对吧，蛮谢谢有些人还有朋友从台中来什么之类的，对，谢谢大家。哟，我是科邦店长，我是干大，嘴炮学霸，就是今天是那个第一场的赛制，然后我觉得是看到蛮多就是对于就是嘻哈文化或者饶舌这些这块有兴趣的很多人，然后希望接下来的学校过来参加比赛，就是放轻松做自己就好，然后把自己就是平常做的准备发挥到最好就好，不要想太多，就这样，谢谢大家。